就是尽量不觉醒，就还有维持双周有一次的很多是特殊很值的体验。好，那这个不像是特殊体验的盒子吗？那我们这次呢，因为刚好上东南亚，所以我们就要体验东南亚的服装。那体验东南亚服装之前，那我们还是就是自己在专业的红红绿做介绍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有人看过泰国的那个电视剧吗？有。然后你会去抽他们的丝，然后会用泰丝去做。
穿短，不会穿这么短，他们一定都是穿长的，都穿长的。可是说长的太子对现在的人来讲可能觉得不方便，所以他们就有些开始就是可能为了因应流行就做短的。好，第一个你可以从台子来看叫做太子，那再第二个呢，你可以从他的就是 style 来看一下，为什么这件一看就是比较贵。他很素哎、欸，其实他很素哎、欸，直接很花俏啊，看起来高贵啊，看起来有颜色气质啊，为什么高贵？设计很贵，设计，这有设计感，这就没有设计感，这就很完全没有啊，完全没有，就是没有设计感，然后我们就看到这里，然后其实最主要是说我们在讲说，就是泰国的服装，你要看它贵不贵，第一个就看牌子嘛，就是它是不是英国的。那第二个你要看它上面是不是绣金色的线，而且这个金线呢，通常真正的就是比较贵的，它是用人工去绣的，所以就是说你大概只要看到它是太子牌子，然后是绣金线的，那件裙子一定是不便宜，对，它的价格一定是不便宜。例如说可能这件的话，可能就是几百块吧，几百块就有了，对，那这件可能就不是几百块，不是几百块的价钱。好，那所以我们今天啊，再来看另外的东西，是不管是我今天穿这件或是这一件，就是因为泰国服装非常的特色，它就是一块布，就是只有一块布，对，这个反面一块布，就这样一块布。那所以就是你把它围起来就好，因为其实在东南亚地区很多国家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它都是一片式的，对，一片式的，反正就是方便嘛，就天气热，那两件都可以穿。其实这一件当然还是属于比较正面啦，但这一件穿起来的话，你就会看到缝线，你会看到这个缝线，所以不太可能会穿背面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要找一个人来穿这一件。Thank you.